啊，去哦，宝贝儿，吃个药吧，这会让你舒服点儿的。张开嘴啊，不要啊，好恶心哦。哎，肯定有简单一点的方法。嗯，哦，有了耶，试试看奶嘴吧。拿个奶嘴，然后将注射器给装满药吧。把注射器放到奶嘴里面，再把注射器推进去。让我们来再试一次吧。哦，给我，他完全不知道呢。哦，真兴奋，让我瞄一眼啦。比我想象的还要神奇哦。哇哦，超赞的耶，真希望我也有一样的床。哦，爸爸的鞋子，呵呵呵，还真大耶。哦，哇哦，妈妈的鞋子真美。哇哦，稳住哦，来喽。穿这个可真难走路。哇哦，可真好玩呢，还能玩什么呢？妈咪的香水，哈，我闻起来真像大人呢，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，超多颜色的。哎，这什么？真好笑哦，真棒哎。味道好香哦！啊，哦不，还我啦！我还没玩完呢，这些并不是玩具哦。或许还有什么方法？从口红中取出口红棒，然后把粉色的巧克力给滴到汤匙上，用蜡烛将巧克力融化，混一混，要确保都有融化喽。再把巧克力倒进干净的管子中，用巧克力装满，把它给固定好。看起来真是美味好吃的口红呢。真的吗？哦，哇哦，闻起来真像巧克力耶。你试试看咯。嗯，妈咪的化妆品安全咯。耶，是早餐时间。我帮你倒果汁咯，宝贝儿。是我最爱的杯子。嗯，巧克力。嗯，汤匙呢？我马上就回来，现在就只有我跟巧克力了，都是我的，可真美味。哦，真棒，真黏呢，但是超好吃的。呵呵，来哦，宝贝儿。啊，天哪，爆炸乱的。哦，这个好哦，整个到处都是啊，该怎么办才好呢？洗洁剂分配器给了我一个点子，拿罐巧克力在盖子上面戳个洞，接着在洞旁涂点胶水，要避免它弄到罐子里去哦。接着呢，拿干净的鸭嘴放到洞里面去，推进胶水里，哎，这样就有巧克力分配器了。哦，你看看，来试试看啦，只要挤一下下，巧克力就会跑出来了，分量刚刚好，挤干净又整洁。哇哦，超棒的。嗯，谢了妈咪。你的下巴沾到了啦，哈，真讨厌呢。怎么样啦，宝贝儿？你看啦，啊，睡前读本好书吧，配点零食。舞会之夜终于来了呢。哦，这个颜色可真不错哦，这闻起来真棒呢，这超美的。但好像少了什么耶。哦，皇冠，就是这个。接着来穿裙子咯。真美啊，我绝对会是舞会皇后呢。我整个就是在童话之中啊。我的包包麻烦一下。我手机呢？怎么回事啊？不，这整个是大灾难。我不敢相信，舞会被毁了。好，有够讨厌的啦。怎么啦，宝贝儿？你看，好，我不能去舞会了。你可以的，我来处理好喽，这肯定会有效的。妈咪，你真聪明哎，试试这个吧，将胶带绕着裙子贴，移除衬背，然后把棉花糖给粘在胶带上，每一段胶带都照做，不错啊，但是还是有很多得要做。用棉花糖来覆盖住裙子吧，记得留点给自己哦，惹得人家有够饥饿的啦。
谢了，妈咪，上传个自拍吧。下一个啊，瞧这些赞！哇哦，真强哎！我的宝藏呢？啊，这是什么呢？啊哈，没有人能够阻挡我寻找宝贝。今天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你手上有我的宝贝吗？宝贝儿啊，妈咪在读书呢。我喜欢这个游戏。哦，这什么？只有一个可能，早该想到的。让我看看好不好，妈咪，快完成了。哦，哇哦！啊，希望这能够让他忙一会儿啊。哇哦，是藏宝图哎，超赞的啦！啊，得快一点，真是想象力爆棚啊！我找到第一个线索了，在哪儿呢？啊哈！找到喽！接着呢？啊，我需要的是这个。哇哦，黄金呢？我发财喽！进行的如何呢？都找到了哦。哦，真难呐！哇哦，你真是最棒的海盗了。但宝藏在哪儿呢？我想想啊，啊，有了有了。啊，不是我的鹦鹉。好，当海盗真不容易哈。哇哦，这里有啥？得来看看。从没见过呢，来喽！真亮眼啊，得把这个拿下楼啊！爸爸有玩具，天晓得！哇哦，瞧瞧这些车子，超级酷的，咻咻，真好玩！来比个赛吧！嗨，宝贝儿，这团乱是怎么样啊？我最好整理一下。哇哦！啊不！哎呦，我的背啊！这些蠢车子到处都是啊！你得小心点，我差点伤到自己了耶！抱歉，妈咪。或许我有点反应过头了。哦。我有点子了，该来开工喽！从空的箱子开始，还需要卫生纸管，在管末涂上胶水，只需要薄薄的一层胶水。好了以后呢，把管子给放进箱子里，在里面装满管子，就像这样，做得不错。好了，我们把车子放到管子里面去吧。我来把它们给开进去，咻，真好玩！这是最后的一台车了，就像是我的专属车库那样，全部都能看得到呢，而且一点也不乱哦。谢了，妈咪。我都流口水了，来不及想试试了，这真是我见过最美的东西了。哎，你干嘛？你有汤匙吗？我就知道我忘了什么东西。哎，等等，可以用这个甜筒，直接用甜筒来挖蛋糕。哇，你真是够天才的，这够大家吃的哦。你们懂，我爱蛋糕的。现在来派对吧，呜吼！我们能吃蛋糕了吗？哦，真是轻盈蓬松啊！啊，闭嘴，我醒了啦。哦，我真不是能够早起的人呢。啊，有派对。最好赶快来准备一下，迅速的刮个胡子，然后选个完美衣着。哦，哥帅死了。哦，克里斯在干嘛？真好奇。哎，老哥，你想要去哪里啊？我要去派对啊。你看，我能说什么呢？我老哥人缘很好呢，派对我也可以去吗？啊，不，你又没有受邀。你看看你，你这样超不适合派对的了。啊，你说什么？
哦，你说的是我的痘痘哦，这小事啦，妈妈说我是小可爱，所以我可以去配对吗？不行，不要这样看着我。哦，真讨厌，反正我也不想去。啊，什么鬼啊，哎呦，有地震啦、啊、天哪，谁快来救救我，我这么帅，我可不能死在这里。快停啊，不要弄乱我的头发。哦，结束了。那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我刚弄到哪儿呢？哎呦，我的头，哇，刚刚的真的太吓人了啦，瞧这团乱的。这什么啊？等等，或许我可以用一下哦，或许这可以帮我除掉痘痘，使得试试。哦，有用哎，感觉真棒，哦耶！我看起来怎么样啊？得要让克里斯来看看哦。哎，大哥，你们发现我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？我皮肤变得超级光滑的。哎，注意一下人家嘛。哎，你口气是可以改善一下，但这就行了。贾斯汀，怎么回事啊？你看起来真清新哎。来吧，走喽。哦，我们看起来真帅，感觉也超正的。不错哦，老弟，我喜欢你这个风格。来派对吧。当然，真等不及了。妈几点会来接我们呢？该怎么办呢？我可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，只有一个办法了。别动啊。哎，那是我了。你可能很好奇事情怎么变成这样的。暂停一下，倒带哦。有超多得要补充一下的。准备好爆米花，故事要开始喽。哇哦，这真赞呢。哎，孩子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哦，害怕。嗯，美味的香蕉。哎，等等。瞧瞧你这个姿势啊，贾斯汀。这姿势对你不好，你都驼背了。快点，儿子，你得要坐直坐好。这样子好多了。谢了，爸。这我应该的。现在我可以来享受一下香蕉喽。好好吃啊，爸。我要来喽，我要赢了。哎，你在干嘛？哎，等等，你一整晚一直在这儿打电动啊？当然啊。算了，等等，我在干嘛？啊，结束了啊，最好上床睡觉了。怪怪的呀，这可不太妙。他娘会气歪的啦，我得好好处理一下。哎，这是怎样啊？哈，贾斯汀，坐直，我认真的。哦，我该怎么做才好？可不能继续这样了。只有一个办法了，别动啊！这都你自找的，贾斯汀，我可是在帮你。看我用皮带把你给绕住，然后在后面扣起来，就像这样。啊，这才像话吧？哎，这感觉还真不错哎。谢了，爸。哎，成功了，我得回去睡觉了。晚安了。Thank you。直到现在，皮带都还在我身上呢。你看，等等，你觉得他干嘛了？这可是欢乐大结局。哈哈哈，这真赞！这我坐一整天都不腻，感觉真有活力。这些玩具都是另外一回事了。嘿嘿嘿嘿嘿。现在我难过了，已经没有东西可以破坏了。Oh, hello。嗯，这洋芋片真棒，只是吃了整个都是了。有什么好看的电视呢？哎，真经典，耍废的日子最棒了。哦哦，洋芋片没了，怎么好人没好报啊？只好再去买一些了。哼，等等，我穿这样可不行。最好换个衣服。哎，这才像话啊！不，克里斯，你不会吧？我就是嘞，我超享受这每一刻的。你觉得呢？很棒吧？啊，你干嘛这样啊？瞧，哎，你连我包包都捡了，还有钞票，你哪里有毛病啊你？振作点，我能说什么呢？我艺术家嘛。哎，贾斯汀，你看这个 T 恤，我可以做一件给你哦。你要气死我啦！深呼吸，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，把我的脏衣服给穿回去。
剪刀给我，让我稍微调整一下。真简单。接着呢，把它拖到头顶，别整个脱掉啊，在 T 恤上面打个结，这样就变成超棒购物袋喽，容量超大哎。别乱碰啊，懂不懂？我走了。我真是启发了他，我最好赶快把这个给剪完了。啊，这里温暖又舒适，我应该去水里泡一泡啊，沙子好热呀。哎呦天哪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被困住了。哦天哪，看看他，哇，他太厉害了，我无法移开我的视线。天哪，他朝这边过来的。嘿，我是来救你的，来踩着这些 pop it， 他们会保护你的脚，你一边走我一边移动他们。他成功了，我快到水边了。哦，我们做到了，不用再碰到灼热的沙子了，非常感谢你的帮助。这地方真是一团糟，到处都是派对的东西，还有水槽里的脏盘子。是的，嘿，石头剪刀布，看谁来清洁。是的，布打败石头，我赢了。嗯，好吧，让我写下我需要做的事情。有人忘了自己的包和东西，别忘了这些垃圾和食物。这边当然还有装满脏盘子的水槽。嘿，看这边，一把雨伞，哇，有很多 pop it 哦，现在你也必须把它们捡起来，来接着。哦，好多啊，最好先决定从哪里开始。等等，这些笔记说的什么啊？根本没整理好嘛。而且为什么这个名单上有这么多 pop it？ 等一下，我想我有个好主意了，把它拆开，拿走这一排。该使用我可信赖的胶枪了，在这里加一行热胶，然后把 pop it 放到胶水上，完美，这正是我想要的。现在把这个贴到门上，然后放上清单。好的，现在我准备开始工作了，先从这些盘子开始，因为它们是最糟糕的。好了，漂亮又干净，大功告成，现在我可以按下 pop it 了。我现在要捡垃圾了。是的，杯子和 pop it 都完成了。哇，到处都是派对帽。完成了吸管和袜子。啊，又是干净整洁的厨房了。哦呼，今天外面好闷热哦，我准备好晒晒太阳了。耶，太放松了，但是我也想看一些影片。啊，太阳这么刺眼，我都看不到我的荧幕了，怎么回事？我什么也看不见。我错过了整个影片。哦，你在那边做什么？来，我觉得你比我更需要这个。太好了，谢谢，这肯定有用。嗯，其实它根本没用，太阳还是太刺眼了。我需要一些可以在我的手机上投下阴影的东西。那是什么呀？糟糕，这双凉鞋没有我想的那样有用。哦，看看那边做瑜伽的那个人，他平衡力好好。嘿，这给了我一个想法，这个我拿走了。哟，嘿，我有一个解决你阳光问题的方法，我只需要从瑜伽垫上剪下这个形状，然后用这个木棍在上面戳一个洞。好的，那应该有用。现在放上太阳镜，把它们划过我做的洞。很好，成功了，现在我可以在镜片上翻转它了，完美。好的，给你试试这个。这些看起来有点奇怪，但好吧，不会啊吧，这太棒了，我可以看到我的荧幕了，你真是个天才。到目前为止，这本书非常有趣。嗯，让我看看，有什么有趣的事吗？哇哦，它好漂亮哦，它是在邀请我过去吧？好的，我这就过去。嘿，你好啊。嗯，啊，有没有搞错？他完全拒绝了我。OK， 我必须变得更酷才行。哦吼，俯卧撑比看起来要难。又来了。哦吼，哦，那太难了。他没有觉得很厉害。举重如何呀？嗯，他觉得这很酷吗？太阳现在太刺眼了。不，伞，等等，我需要你让我表现自己。嘿，我有这个很酷的 pop it。拜托，认真的吗？这是一颗粉红色的心啊。
哦吼，吓死我了，他有注意到吗？我希望我能吃点东西，我快饿死了。他看起来需要吃点零食什么的。嗯，等等，我想我知道我能做什么了。好的，我有爆米花，现在我要加一些糖果，接下来一些融化的巧克力，看看他填充 Pop Eat 模具的样子，一定要确保用巧克力填满整个东西。现在完成最后的几行，现在是最后一点，完美。最后在巧克力上加一根棍子，然后让它冷却。好的。嘿，我给你带了零食。哦，认真的吗？哇，来，快坐下。我不敢相信你为我做了这个，你真好。是的，真的很好吗？我太高兴了，这其实比看起来要困难得多。不过别担心，我的肌肉有帮到我。哦，这戒指真漂亮，我希望他会喜欢。要怎么给他才好呢？啊，他来早了，我得藏起来。你好，抱歉，但我给你准备了些东西。哇哦，戒指，谢谢。来，让我替你把它戴在你的手指上吧。哦，它滑落了，让我再试一次，也许试试你的另一根手指。是的，不合适。没关系，别担心，我先喝点东西。等等等等，等一下，为你打开它。呜，这不行了。好吧，让我试试用这把刀，也许如果我尝试用我的牙齿。哦，不要那样做，你可能会弄断你的牙齿的。天哪，我今天什么都做不好。嗯，我的戒指还在，也许我可以戴在自己的手指上，然后用它。成功了。嘿，你的饮料。没错，用的戒指，它帮我打开了瓶盖。嘿，我有个主意，我可以把戒指当项链戴，不合适我的手指也没关系。多么美好的一次远足啊，还有很棒的景色。嗯，算是啊吧。我们下去看看那个海滩吧。我不想去那里，好多沙子哦。你是认真的吗？来吧，我们跑这么远来这里。好吧。好多沙子哦，都在我的凉鞋里了。站在这块石头上算了。嘿，怎么了？我不想继续走了。啊，你今天也太机车了吧，让我来调整一下你的凉鞋。取下袋子并拿出热熔胶枪，沿着凉鞋的形状涂上胶水。好了，应该够了。现在我在上面又加了一双凉鞋，向下压以确保它们粘合的又好又紧。两双凉鞋应该 OK 了。好的，我已经为你提供了解决方案，新凉鞋来了。哈，其实真的有用的，我好感动哦，我的脚上现在没有沙子了。好的，我准备去海滩看看了。啊，有什么好看的电视呢？秘诀在于使用画刷，真无聊。然后等等，这个是在闹吗？瞧那个房子，真是前所未见呢，超丑的，得要做点什么才行。来喽，我超爱精彩挑战的。醒来醒来，可不是每天你家都有名人来呢，起床吧。哇哦，你真重。我放弃了，只有一个办法喽，起床。哎呀，我醒了，我醒了，这才对嘛！你会需要这个。哦，真期待耶！来开工喽！好哦，就从打扫开始吧。希望没有蜘蛛。你上次打扫是什么时候啊？该午睡喽。啊，完美无瑕呢。啊，可恶，把枕头给我。哎，人家在用哎，别睡了。哎呦，那哦哈，住手，我可是在帮忙哎。瞧这个房间，
变得比之前还要糟。但是我有个点子，把 LED 灯条给粘在墙上，并沿着这个，肯定会很棒的。需要来点胶带，挺简单的。接着呢是好玩的，把枕头的内里给粘到胶带上，遮住整个 LED 灯条。啊，感觉超松软的。哦，我脸上有东西吗？谢啦。哒啦，哇哦，这什么啊？是云光，超平静放松的。啊哈，真美。哇哦，你真天才耶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有超多点子的。哎呦，哦，自助餐呢，快拿走啦，我才不要靠近呢。哎，等等，快到晚餐时间了，得闪咯。回去，你有什么毛病啊？哦，那啥，有超多纸板的耶。哎，等等，这个我可以用一下。嘿嘿嘿，走吧，看我发挥我的艺术力。这是素食吗？啊，大概没什么，看我在纸板上面画上一条线，格雷斯肯定会很喜欢的。天才真不容易哈，最好开剪了。别啊，我们就不能够当朋友吗？啊，这还真怪呢。看起来不错哦，把它给放在一起。纸板上面的切口使之可以轻易的滑到其他的部位上，然后加强它，用这个床单遮住整个纸板，拿给格雷斯的新沙发，但还需要个枕头，真可爱。啊，整个大不同了呢！拜托帮我，有一只暴怒的老鼠。等等，我吃素的。拜，真差一点。哦，这真不错呢，真温暖。别担心，看我的。想喝点汽水吗？这真完美。超棒的。哎呦，我真蠢，若是有张桌子就好了。没关系，上个礼拜我在上面掉了堆面。说到面呢，我知道有个好地方，我们绝对得要去一下。少了点什么？没有。谁呀？有张桌子就好了。你可以帮我啊。啊哈，我来。嘿，小家伙，可以把三轮车给我吗？我给你这个巨型的巧克力，拿去吧。那能给我吗？不行。呵，你真会讨价还价呢。那新手机呢？好喂，把三轮车给我。好，这是最后的商讨了。好，哇哦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我拿了，把三轮车给那个女士，这都你的了，真美好的家庭哎，来吧，看我把三轮车给喷成金色，这会让它更为经典呢，可不能漏了任何一点，或者车轮。得让颜料干掉，然后在上面放块玻璃。哦，有趣的桌子呢。我大概会点面条一些。哎，怎么了？哇哦，我专属的桌子哎，超赞的啦。哎，等等，我们需要一点零食。我有爆米花。我竟然从来没有过桌子，所以这个面店你肯定会爱的。瞧，甚至不用装饰房间呢，是电视的魔力。你有闻到什么吗？你的脚真臭，但是是地毯。我是想吸个尘啊，但没有吸尘器啊，得要做点什么才可以。好，当然了，就从扫垃圾开始。下爆米花喽！还以为弄丢我的眼镜，现在我可以看得到了。这个垃圾也太多了吧？好喂，不用洗衣服喽。
嘿，人家在吃东西。嗷！抱我！哎呦，够了，我闪了。滚出去！真幸好结束了，让我想想。哦，有了。他在跟谁说话？先在毯子上面粘个胶带，标示出部位分配，然后做些随意的形状，胶带就会有向导作用咯。喷点颜料，来点颜色，在每个部位用上不同的颜色，看起来肯定会像艺术品哦。然后再把胶带给撕掉。啊，你觉得呢？真不敢相信是同一张地毯呢，看起来超赞的啊！过来吧，真是大不同啊！哇哦，这是同一间房间吗？只需要最后再美化一点。嗯，箱子里面那是什么？打开。你知道的，我完全不晓得里面是怎么回事，我们来看看吧。这个我们可以用，这肯定会很有家庭温馨感。哦，这看起来绝对会很棒。都忘了我有这些东西，应该就这样了吧？不错吧？我们做的真好，不过大概跟我的房间的主题不太相符呢。嗯，别担心，我改造的可不只是房间，我们还可以把这个给丢了。哇哦，谢了，一切看起来超棒的，真高兴你喜欢。哎，你房间怎么了？啊，看来我还有其他的工作得要做。没时间浪费了，我得赶快手术。别担心，我专业的来着，得把这个剪掉，但没关系，我有替代的。这可能会有点乱，把线接到你的毛上，然后剪掉多余的部分，真完美。但还没完呢，来看看里面怎么回事啊。哦，亚历山大，该使出所有的训练了。瞧这条乱的，这怎么跑进去的？哎呦，这真恶心呢。哦，别死啊，远离那道白光。来吧，没用啊，你不能放弃啊。没用啊！哎，等等，希望这个有用。哎，等等等等，有心跳了，差一点呢，还真紧急啊。嗯，来看看啊，装饰品好了，当然得要有零食了。最后一个东西，这超赞的帽子，我准备好要派对喽。嗯，哦，我需要客人，传个讯息给克里斯哦。最好告诉他该抵达的时间，他肯定会爱的，他可是派对狂人呢。应该就这样了，现在要来做什么呢？来检查音乐啊，我想要一切都很完美。等着哈。哦耶，这才是音乐啦。寿星人呢？他在那儿啊。妈咪。哦，各位，你们到了，来吧兄弟。你刚刮完胡子啊，杰克不错啊。哦，是啊，总之是给你的。哦，赞呢，凯文。那你真懂我。会是谁呢？我马上回来啊。嘿，瞧瞧这个。哦，只是个快递啊，我们也是有感情的哈。好。哟哟，DJ 凯文来狂嗨喽。这蛋糕真棒，各位来吃吧。哦，人家正投入哎。但你说蛋糕是吧？有人在吗？等等啊！天哪，你到了耶！我当然不会错。我们来了，孩子们，你们最喜欢的意大利面。妈妈，你还好吗？好吃，不能忘了酱汁。嗯。妈妈，看起来很好吃呢。嗯，为什么不呢？哇，嘿，相当不错呢。很高兴你们喜欢，之后还不需要洗盘子呢。你们太可爱了。你好，我们来看看你如何了。说啊啊啊，不，
来，张大嘴巴，走开，我不要。 OK， 想看魔术吗？哇，啊哈，有了，每次都有用。你骗了我。是的，哈 ，OK， 我需要听你的胸口，我不喜欢这个，可以停下吗？好有趣哦。嗯，可爱先生很好，没碰到。你要更快一点。好的，别动，完美。什么？听起来不错，不是吗？给我那个。十年的医学院结果在做这个。稍等，这给了我一个想法。把蝴蝶贴在我的听诊器上，现在看起来就不可怕了。嘿，看蝴蝶。哇，好漂亮啊。我觉得它要落在你身上了，听起来很完美。我不能动。有了，啊，我的耳朵。哎呀，也许这会有所帮助。不，不，没关系。哇哦，我只好去看医生了。好孩子，该上学了。这是你的包，谢谢爸爸。我要鞋子，爸爸。我太傻了。没问题，我去拿。好的，好痒哦。OK， 尽量保持不动。你太好笑了，爸爸。你可以不要动吗？对不起。好了，直接上学。OK。好的，爸爸再见，再见。哦，太难了。我需要闭眼休息一下。醒醒，爸爸，我饿了。OK， 你等一下。给你，亲爱的，就是这些了，对吧？现在我可以放松了。又怎么了？这不公平，爸爸。怎么了？下雨了，我被淋湿了。没关系，拿着这把伞。谢谢，再见。拜托，就这样吧。哇，好强的风暴啊！我再也不出门了。哦不，我的雨伞坏了。不不，没关系，亲爱的。但是，哇啊啊啊啊！差一点。我只想给自己待一下子。我本来要去打高尔夫球的。等等，玉莲。这给了我一个好主意，将玉莲折叠起来形成一个三角形，切掉三角形的顶部，将两片叠放在一起，使用耐热纸和直发器将它们粘在一起，确保没有间隙。哇，爸爸，这斗篷真漂亮，看起来不错。现在我可以出去了。是的，我是个天才，哈哈，太棒了，我还是干的。哦，太阳，但我想穿上我的雨披。哦，对了，啦啦啦，什么？看，我是一个有才华的艺术家，这个真的很酷。不，并不酷，你需要像这样用笔。真的吗？是的，想试试吗？ OK， 这似乎很容易，来吧。好有趣哦，像那样。不，我们再试一次，像这样把笔握在手指之间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好的，轮到你了。好难哦。幸亏我爱他。怎么样？合上。OK， 再来。像这样握住你的手，现在弯曲手指。好了。我感觉好奇怪哦，我害怕爸爸。继续。我放弃了，我做到了，爸爸。等一下，我需要这个发带。这正是我们需要的，把发带套在你的手指上，然后将笔穿过它，完美。现在试试吧，我应该画什么呢？我知道了。
不要看哦，爸爸。完成，睁开眼睛吧，看，是我们，真漂亮，这才是我的女儿嘛。我需要一杯浓咖啡。啊，你从哪里来的？早安，爸爸。嗨，我要早餐。好的，我马上去拿。嗯，牛奶。哦，太有趣了。它会前后移动。好的，不要那样做。来吃点麦片，停下来。不要在椅子上摇摆，你可能会受伤的。现在吃你的早餐，把牛奶倒进去。好吃，全部吃光吧。谢谢爸爸，他太可爱了。嗯，我喜欢麦片。还有在椅子上荡秋千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爸爸。禁止在椅子上摇摆，快停下来。不，太多了。看看这个烂摊子。哎呀，不要捣乱了，只有我来清理。他去哪儿了？他刚才还在啊。你好，等等。嗨，爸爸，我需要阻止这一切。等等，那些钩子给了我一个想法，我应该早点想到这一点的。在椅子腿的底部贴一些胶带，然后把吸盘放在胶带上。现在以正确的方式翻转椅子，吃你的麦片吧。嗯，为什么椅子不动了？它动不了了。好吧，我会吃麦片的。哈哈，我讨厌咖啡。终于洗干净了。嗨，妈妈。哦，苏打水。味道不错。你脸上的印记是什么？什么印记？哦，没什么。别动，用这个 OK 绷。不会痛的。妈妈，不要了。妈妈，认真的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把 OK 绷平放在桌子上，在 OK 绷上画画。画得尽可能有趣。现在来上点颜色。这些猫头鹰好可爱哦。快完成了。OK 绷再也不会无聊了。哇，看起来不错呢。我要贴上它们。是的，我喜欢。我看起来如何？哇，太酷了。谢谢妈妈，你太棒了。告诉我什么时候停啊。继续，就是这样。不，贾斯汀回来。你永远也抓不到我的嘞。啊，我的果汁不见了啦。你觉得是怎么回事呢？我需要续杯。嗯，这给了我个点子。我倒个果汁啊，这样子应该够。然后呢，用保鲜膜包住，接着用吸管戳破个洞，你看，这样就可以解决一切喽。哇哦，完全不会喷出去，既实用又清爽。哇哦，这是好东西，我先闪喽。Goodbye。哦，我好渴，我要喝水。我需要打开那边那个。啊，我摸不到，太远了。我想喝杯水。哦，天哪，我的宝贝在呼唤我，我最好赶快过去。怎么了？妈妈，我口渴了。
不用担心，我来帮你接一杯啊。那给你一杯水，给我完美的儿子。你该说什么？谢谢。这本书我不知道啊。妈咪。啊，听起来他又需要我了。啊，我想我最好去看看发生了什么。妈妈，请给我水。好的，稍等啊。好的，给你一杯水。耶，水水水。妈妈。天哪，好大声哦。我看我永远完成不了工作了。什么事儿啊，亲爱的？我还要水。好的，稍等一下，我马上回来啊。看看我为你准备了什么。哇哦，给你，这是一款专门为你设计的小型饮水机，而且很适合你的身高哦，你可以碰得到。哦，企鹅。我来告诉你怎么用。你拿着玻璃杯，然后按下按钮。哇哦，还有泡泡哎！来，这是给你的水。我需要更多的水。没错，对你有益哦。哇哦，这画真是杰作啊！这将会是我的遗产。啊去啊！那是喷嚏吗？不，那是猫咪。在流鼻涕吗？去！我好像真的流鼻涕了，老爸。我就知道，只有一个办法了，你现在得吃药。但爸，很恶心呢。不准反驳，亚历克斯，这可以让你更舒服。拿。不，我不想要啦。拜托，拜托吗？我不要。我还以为有用呢。Hello。这里有些什么东西呢？也许我可以用这个糖果，值得试试看。老爸在哪里？谁管他？我还有画得画完，还有糖果得吃，可不能让他看到我。趁他不注意，机会来喽。他不会比我聪明的。我得去拿个糖果，轻轻松松，一点一点，拿到喽。该来开工喽。我得动作快一点，我拿个小熊软糖，用刀呢在糖果的侧面切个口子，不需要整个切过去。接着把药拿来，然后把它放到缝里，这正是我想要做的。哎，亚历克斯啊，我有美味糖果要给你吃啊。我才不相信你。这只是普通的小熊软糖。啊？哦，我超爱小熊软糖的，我从不对糖果说不的。蓝色我的最爱。等等，这有个独特的后味，但还是很棒啦。是的，吃光光吧，有时真佩服我自个儿呢。真累啊，但终于到家喽。Hello， 儿子。我忙得很，没办法说话。我说 Hello。我说我在忙，没办法说话啦。我超爱这些小拉勒的，给你爹来个抱抱吧。来吧，冠军。不要，无感吗？怎样啦？稍微打个招呼也行嘛。哦，好啊，你好啊。我能够回去打电动了吗？真傻眼呢！我打这个打一整天都不腻，你知道吗？我就不客气喽。贾斯汀，你在干嘛？已经超过你的上床时间了，赶快放下笔电，你得要去睡觉。别想。贾斯汀，你还在啊？安静啦。嘿，听我说，贾斯汀。你敢按那个按钮试试看？我不知道哎，他就不肯听啊。来点巧克力抹酱怎么样啊？让我努力的移动你。你多重啊你？你看我有气球，啊，通通都没用，超没意义的。你好了吗？我得要专心在这部分呢。我哪里做错了吗？我真不是个好爸妈。哎，你到底在玩什么啊？这我得修理修理。我知道该怎么办了，别动啊。从气球上面剪一块下来，不需要剪太多。接着呢，我需要橘色气球，然后需要漏斗，把它放到气球井里，然后呢倒入亮粉。哇哦，真闪耀！再加点水进去，这可以让气球膨胀起来，让它变得比较好挤。最后呢，用蝴蝶结包住气球，当当，舒压气球。或许有点夸张了，这玩意儿我自己都想玩呢。啊，你手上那是什么？哦，看起来真的好玩呢，我想要，给我。
来拿。如果你上床，我就把气球给你。真的吗？哇哦！哇哦，真闪耀哎！啊，你有没有看到啊，爸？谢了，爸。现在快去睡吧，孩子。晚安了，爸。散了，现在我得离开这里。打扫真辛苦啊，但整个房子变得一尘不染呢。瞧瞧它，真完美啊！哇哦，我做的真棒，我真是拖把巫师啊！只要有我在，灰尘就完蛋。家里干净，精神就干净了。我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。啊，亚历克斯，那是你吗？哎，爸，怎么啦？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你这么脏啊？哦，这个，我刚才打篮球，你应该来看的。我差点得分呢，但下次再说吧。你最好别动啊！不要弄脏我美丽的家啊！不要，别这样！住手！哎，拜托，我求你了，这还真糟哎，有够糟的，我得要阻止他。拜托，小子，别过来！拜托，就当做为了我吧。我累了，爸，我没时间管这些东西了。啊，你干嘛这样对我？等等，气球，或许他们可以派上用场。我得快点，可不能让亚历克斯继续过来。哇，亚历克斯，地板呢？你是在泥巴上面打滚过吗？每一步都碎了我的心呐！老爸，只能现在一搏了。我成功了。一切都不会有问题的。你在那边干嘛？我要把气球泄气，然后围绕着你的脚塑形，这是自定鞋款。哎，我喜欢这个声音哎。另外一只脚完成喽，看起来真棒哎，谢谢爸。好了，你可以走了，直走去洗澡啊。等等，那谁啊？别又来了。这些玩具太无聊了，我希望能做点有趣的事儿。哦嘿，那是 puppet 吗？选一个。哪一个呢？哎不，我不想玩 puppet， 太难对付了吧？一定有什么？哎，我知道了，绳索管怎么样？哇哦，给我，好有弹力哦！哇哦，啊，我想要更多。哦，这么长哦。他去哪里了？你为什么不试试这一件呢？吸管。但是看着啊，首先呢去掉顶部，然后是底部，给你迷你伸缩管。哇哦，拿着，我觉得自己像个巨人呢。快看他，好玩吧？是的，没错。再拿一个喽。拜托，差一点。哎，宝贝，我给你泡了杯巧克力啊！不，谢谢爸，我有这个。哦，但是好吧，算了。哈，耶，成功喽！看看我发现了什么，想玩吗？认真的吗？我有点忙啊，爸。OK， 集中注意力，想玩橄榄球吗？爸，我正在玩游戏啦。好了好了，对不起了，小家伙。怎么了？没关系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哎。我的 W 键，它去哪了？不，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了？怎么了？让你老爸来看看。啊，我知道问题了。这怎么回事啊？爸，哈哈，轮到我登场了！哇哦！靠边，我有这个，在出故障的按键上使用 3D 笔，从上到下盖住按键，第一层涂层凝固之后，使用白色的画出字母，写的真好呢，完好如新哦。嘿，看起来不错哎，开始吧。啊，这勾起了我的回忆。哇哦，爸，你真好。啊，我好饿哦。我也是，想要吃点东西吗？好啊。啊，空的。哇哦，外卖这么快吗？我们该怎么办呢？知道了，看。OK， 这不会太难。哦，成功了，可爱的钞票，正是我们需要的。
给我吧。哦，差点忘记了，给你。哼，好激动哦。哇哦，看那个，太棒了。这么多小熊软糖，我们把它们放在这儿吧。嗯，美味。你觉得我能往嘴里放几个？你在做什么？停，一次一个，不要那么恶心嘛。你真无聊，但是好吧。啊，等等，我有个更好的主意，把小熊软糖分到几个碗里，然后融化它们，把胶状的液体倒入玻璃杯里面，在倒入另外一种颜色之前让它凝固，重复这个步骤直到你用完所有的液体。哇哦，彩虹果冻哎，耶，来尝看看吧，谢谢。我先。嗯，太棒了，我应该早点想到这个的。不要慌了，但是怎么了？谁拿了我的钱？是谁？我可以解释，不过你想先尝尝果冻吗？我的早餐准备好了。嘿，妈妈。哦，亲爱的，早安啊。我会给你做一碗你最喜欢的麦片粥，正是长身体的男生所需要的。不能忘了牛奶哦，全部吃光哦。啊，麦片，我在想什么？我们还有什么呢？哈，一碗健康的水果，这样就行了，给你。巧克力，认真的吗？给我，吃水果。水果，但它好恶心哦，我宁愿吃巧克力。把你的脸弄干净。嗯，蠕虫软糖，怎么在那边？哎，算了，把它们给我。好吧，扔到垃圾桶里。为它尽心尽力。哎，那是什么？嗯，这给了我一个想法。用水果泥填充模具。使用不同的水果，比如说苹果跟草莓。模具装满以后，插入冰棒棍，把它们放在冰箱里冷冻。从模具里面倒出来，然后放入更大的模具中。把牛奶倒在冰棒上，完全覆盖它们，再把它们放回冰箱。在冰棒上面涂上巧克力。撒一点巧克力米，健康营养的早餐冰棒。你不想吃麦片或水果，那不如来尝尝这些吧。真的吗？太棒了，这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早餐呢。真的太赞了吗？是我的，你疯了吗？我手机壳才是最好的，我的，不是我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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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。哎，大家好，我需要换个新座位啊。OK， 最好把我的东西给拿出来。哎，你们两个还在争啊？看他好可爱哦。嗯，没门，我的才是最好的。我的壳子很简单。啊，那个 puppet 壳子给我了一个想法哎。我所需要的只是一些颜料，还有这个壳子。用颜料填充 puppet 的一部分，就像这样。每个部分呢，使用不同的颜料。完成了以后，把手机给放入保护壳中。等颜料变干以后，把壳给剥下来。哇哦，太棒了！来看看这个，哇，看看它的颜色，帮我的手机也做个吧，拜托，帮我做，我会帮你做功课的，我来做。当爸爸真是全职工作，有超多的事得做，但超值得的。
你爸爸都做些什么有趣的事呢？留个言告诉我们吧。记得跟你的朋友分享这部影片哦。